由细到大，有好多选择。面对时代变幻，我哋要忘记所有，定系要记住一切？为咗生存，数以百万计嘅动物进行大迁徙。留低定走，系最难嘅决定。面对人，定面对自己？所有选择，是咪非黑即白？这个世界，到底有没有答案？有些决定可能一早已经在你心里面，又或者我们根本不需要答案，相信你的选择，继续同你一起望月。